12月19日，刘青云、蔡卓妍、林峰等人出席电影《神探大战》杀科宴，有《神探金玉》在前。此次开拍《神探大战》，韦导直言压力不少，但压力于他而言亦是很好的原动力。刘青云更自言找到了久违的状态，当初也是自己做得了多少就尽力做多少。他也自称拍档蔡卓妍潜质非凡，想不到他可以做到这么多。面对前辈的赞扬，蔡卓妍开玩笑道：“没办法，我收钱了，逼得我都要做了。”他自言拍摄时候精神压力很大，头一个月都在失眠，甚至怀疑自己不会演戏。昨日见证了好姐妹钟欣桐注册成为赖太太，蔡卓妍指上次在美国婚礼是比较感动，我几乎哭了24小时，但这次就比较搞笑，容祖儿真是来搞事的，因为她讲话真的是口快过心，很多语病。据悉阿萨原本是想自己买婚纱送给好姐妹，但阿娇却觉得那么贵的婚纱只穿一次不够环保，所以最终决定要租借礼服。阿娇与阿萨已经相处了15年有多，他们各自尊重对方，又在对方最需要时出手相助，可以说两人是最好的闺蜜。